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啊。人性本具德性，地动天真纯洁，得心入道无价嘛，环境。经地明清自性清净随顺理体发性觉慧，用心啊，人生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人本具清净佛性，那依佛的智慧也是相近呐。只是咱呢，已经烦恼无明啊，一直分析、分析，愈来呀。咱的清净本性，甲这个无明烦恼啊，污垢该覆盖去啦。这些习气，甲咱的本性啊，慢慢该隔离，隔离开了咱的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，藏在多位呀、啊，遍虚空法界呀、啊，无不都是真如本性。可是，人就无法度去体会到，无法度体会到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。那呢？烦恼习气，把咱隔开啦。所以，予咱一直伫这个烦恼无明生活中苦不堪嘛。所以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即如教啊。已经安尼甲咱讲咯，佛法呢，讲性啊，嘛是性，与佛相近啊，只是咱都是安尼，一直呢，甲无明习气呢，一直混在一起，所以无明佛。改啦，真可惜，离偌远啊，实在是无远啊。日常生活中，无处不是真理，无时不在。这个真如性中，却是咱偏偏呢，这些无明，把咱覆盖；习气呢，把咱作人。所以，予咱随着习气，牵着伫咧行，这咱爱用心去体会啦。人性本具的德性，就亲像地动天真纯洁，真幼稚的囡仔，细细啊憨啊。本性就是这么这么清净啊，也未甲这个世间人事物发生关系，就是生落来，爸母就是安尼甲咱请，随着呢日的生活安尼伫咧过，人生世事。
好亲像甲囡仔拢无关系，所以遮个囡仔不管呢，生在贫困的家庭，或者是富有的家庭，细汉的囡仔对伊呢拢无关系，反正认定的是这对的爸母哩。这样在真细汉的时，一心就拢无有受外面境界污染着，所以天真啊，纯洁啦。啊，但是咱慢慢大汉哦，慢慢的细致啦。甲着人事啊，都安尼混合起来，时间自然的发展，予咱大汉呐，慢慢不知觉中，人情世事呢，都开始呢啊挖进来咯，就知影会晓去分别啊。别人的家庭环境哪会遐尼好？别人的生活哪会遐尼富裕？啊，我的环境，别人的爸母呢？好、哦、啦，遮尼正有名，有地位，啊，我的爸母啊，呀，哪会安尼？都爱做苦工，受苦劳啊！予人看袂起，啊，家己的心啊，有诶囡仔都会知影讲，爸母辛苦，家己爱较用功，啊，好好呢，大汉分担爸母的苦劳，这就是。捌代志，这个本性呐、啊，一直咧，而且呢，无有受真侪烦恼，改污染着，也那是有诶呢，分别啦、啊。别人诶爸母是安尼，有权有利有名，进村呢。会当予人遮尼正看重，我的爸母甲人比较起来，啊，我足无面子的。开始都有这种的分别心吗？安尼，这就是无明烦恼，开始一直一直覆盖过来啦。囡仔开始未学好啊！就是要去窜出了一片天，那一念偏差，步步走错路去，真呢，就是人生这个习气啦，习相惯啦，本来的性是这么简单清净。时间成长咱，确实呢，这人间成长的过程，就受到人事物的欲念啊，去给诱引这种的烦恼呢，安尼产生起来，这习愈来愈重，愈来愈加。清净天真本性，啊，都愈幼愈长去啦，懵懂啊，无明啊，愈是覆盖，啊，这就是人生啊，就亲像落叶龙，生在风中啊，老爸，悉达多太子。
早就出家去啊啦。罗侯罗名称改姓呢，叫做佛种，两顶的障碍，一项是障碍老母，一项是家己自障碍。伫老母腹肚底呢，六年的时间啦。耶稣陀罗呢，因为太子离开皇宫的六年后才生子，所以呢，引起了皇宫真大的波动啊！大家人对耶稣陀罗的政策啊，就是起着真大的议论，所以有一段一直呢讨论了后，就是要把耶稣陀罗处以死刑，所以改定真相内底呢，耶稣免难呐，那这个火焰化红莲呐，啊这段，这是改性呢，就是啊，处死的方法，就是用大茶烈火呀，这挖一个窟。大茶烈火呢？安尼要互伊跳落去迄个火坑，大茶烈火中啊！耶稣陀罗虽然是真惊，但是无奈呀，叫唤天地不应啊！明明呢是遮尼遮清净。情节就是无奈呢，怀孕六年，又叫难言啦。安怎样辩论呢？都无法度。所以，只是伫迄个所在，向天呐、啊、讲，我是保持着遮尼只纯真情节。今仔日遭遇着安尼啊，这也是真无奈。囡仔抱伫手里呢，这就是一个命，所以呢，希望会当天地之间呐、啊，为伊作证，伊是正直的，只敢那期待会当。天地为伊作证是正直，在这个中间呐、啊，要跳落去的时，哦，迄、那个火坑啊，忽然间呐，火势啊，就净水扑出了莲花啊，这真大的莲花，那吐住了呢。耶稣陀罗甲罗侯罗的身体，大家人看到不可思议，是安怎有安尼的现象啊？大家人认为这是证明耶稣陀罗啊是真正的，这囡仔是。王族的血统啊，所以大家人如获珍宝啊，赶紧的把囡仔抱起来啦，证实了耶稣陀罗是清明，安尼可以过了这关啊，险要的关，因为安尼呢，罗侯罗。在皇宫里，大家人疼惜，大家人爱护，佛陀成道六年后啦，又请梵王要求悉达多太子成佛了后，也应该回来度化
国人，佛陀应邀啦，所以先地主先来向净饭王解释成佛后，佛陀啊，是天下众生不属于皇宫，不属于家庭，是天下众生啊的祝福。那向净饭王解释成佛了后，迄份呢超越啦，超越俗情啊，是已经呢天下大爱众生的导师啦。这净饭王了解啦，也是呢用恭敬的心，佛陀从这个立城，也搁伫真远的路顶。那净饭王啊，就带着大神出城，安尼伫迄个所在等待呀，等待，好远远看到啦，净团一千外人啊，是偌呢庄严呢？呢，已经接近王城来了。这净饭王啊，看到这团这呢正庄严的净团慢慢到位啦，净饭王也慢慢向前行，双方面呢慢慢啊前进啊，一直看到佛陀，看到净团呐，净饭王的心啊，如是呢恭敬啊，已经未记哩了一切，未记哩了，从接近的佛陀是伊的囝，已经未记哩去啦，只是内心呢充满了一份恭敬尊重，由不得自己啊，就安尼顶礼佛祖哦，各方顶礼大神啊，呀，一切顶礼啦，如律如仪呀，这来接世尊。是世间人人所尊重的佛陀啦，就安尼接入皇宫，开始呢，百官大臣呐，王亲国戚拢总呢来听话啦。伫这中间呐，一段真长的时间。当然亚斯多罗看到大家人这么欢喜，他的心情呢就是完全不同啊，非常的复杂，凡夫心啊，这个世俗情啊，所以他弟弟就是不爱跟大家人同齐出去见。不过也真期待，期待呢，会当太祖伊的内心还是佛陀，也是太祖十几年前的太祖啊，所以一定呢期待彼此之间这份情也搁伫咧。用什么方法啦？罗修罗，将罗修罗呢，一个细汉呐，就安尼改穿个真古锥，真可爱啦。就甲这个囡仔叫
出来，来，你的老爸就是在这群的内底里去看，看你的老爸啊，也无甲讲倒一个是伊的老爸，但是天性至清，从来毋捌见过伊的亲生的老爸是啥人。只是敢那看到的，是一大群呐、啊，的比丘啦，罗修罗出来的时，大家人都是屏住气息啦，看看罗修罗到底呢，是不是捌伊的老爸是多一位呢？这么天真幼细的囡仔，他。就安尼，一直行行行来到佛的面前啊，在迄个所在，好亲像真亲啊，投入伊的怀抱里去啊。佛都教伊讲，哎，顶礼，哎礼拜，囡仔呢就开始乖乖，搁在。离开了佛陀的怀抱里，哈，大人都甲伊教，就是爱安尼礼拜啦，啊，就是安尼呢顶礼啦，真呢，也是人的上进啊，也是这个血统至亲呐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大家人敬。正实呢，罗修罗就是悉达多太子的血统啦，所以大家人已经圆满了呢。虽然在迄个火焰化红莲，但是这个时阵佛陀当爱红光啦，经过在鱼小点的鱼呢，也拢中。开了，佛陀开始弘经说法。一段时间啊，佛陀想，这些僧团拢住伫弘经的内底，逐天的生活啦，所带的住宿、甲饮食啦。拢总是遮尼正富有，安尼呢袂用个啊！修行者呢，应该爱回归呢修行的团体，爱回归修行的境界啦。因为安尼就是，搁再甲僧团带出吼，你这个。王宫无偌远啊，一片的土地，诶，拿中入去吼，伫迄个所在过着真自然啊、正常的生活。但是呢，时时啦，啊，定定转去王宫，因为净饭王已经呢发入寺门啦。已经了解佛法啦，希望会当太子呢法佛陀的法啦，时时在王宫呢宣化教育，所以佛陀时时呢受聘请入王宫受经说法。那这中间，罗修罗啊，啊，就是真喜爱亲近佛的身躯边。佛那是入王宫啦，罗修罗呢，对前对后啊，就是安尼一直对。有一回啦，说法结束啦，那行出来，离开王宫。啊，罗修罗呢，嘛同款带出来啊，伫佛陀的身边啊，
一直呢，就是甜着佛，无爱离开，向着佛陀安尼讲：佛陀啊，我什么时阵才会当定定对伫你的身躯边呢？我真爱伫你的身躯边生活。佛陀看到罗侯罗安尼讲，就微笑对着罗侯罗讲：真紧，有一天我会甲你带伫我的身躯边来啦。从即天开始，佛陀就安尼想，应该呢爱来说服净饭王，因为囡仔也阁细汉呐，净饭王也已经有年龄咯。万一啊，净饭王过了后呢，其实这个国家那这么像细汉的囡仔，要安怎来面对接政呢？这对一个国家呢，不是好的现象。所以，世尊佛陀啦，果然向着净饭王啊，该讲出了呢伊的心意，希望净饭王会当看开世俗一切。一情会当呢放下啦，这个明清上呢的名利地位，希望净饭王会当通接受佛法，脱离这个世俗的一切。净饭王也了解啦。年龄也这么大了，果然呢，皇孙啊，就是罗侯罗，年纪也够少，将来接政的问题呢，是无什么有法度来统理国家啊，也罢啦，只爱呢，囡仔欢喜啊，这。不为人王啊，也可以为法王啊。出家呢，会当受佛教化，将来会当救度众生啊。总是呢，你为一个国家、为民众谋福利也无一定，因为这人间啊，殊胜阶级的问题，久久都是无法度好解决的问题。贫穷的人还是这么正多啊！小小的一个王城国家，确实呢，真多繁杂。这应该可以去出家啦，得真理啊，闻佛法啦。这是真正的迄个爱，爱在迄个幼细孙的身上，看到家己的囝已经是这么正成就啊，为天地间的大觉者，是啊，世间人人所尊重，这已经见证啦。无什么好执着呢，一个小小的城市，安尼来会当比拟的，所以啊，伊愿意随意的意吼啊，佛陀呢，只爱净饭王同意啊，无去伤着净饭王的心，看到净饭王啊。心开意解啦，佛法呢已经呢透入了净饭王的心，无有这个俗情的牵挂，佛陀也真欢喜，所以就叫着
舍利弗，目犍连来罗诃罗，交予恁两个人。目犍连呢，哎，为罗诃罗教授。那这舍利弗啦，为罗诃罗的师父。所以两个人来给参加这个幼小囡仔，这就是沙弥最初的第一个啦，就是罗诃罗啦，罗诃罗出家啦。但是呢，小沙弥啊，在比丘群中呢，虽然是真可爱。但是真调皮呀、啊，这种调皮啊，又是可爱啦。僧团人人呢，嘛是真听信伊，伊是佛的囝，是国王的孙啊，也是呢，在王族中啊，来出家的人，所看伊大汉的亲人。所以大家人呢，足听伊啊，因为安尼呢，所以足调皮啦。所以用心了呢，爱足人人啊。这有时阵，人若要来见佛啦，明明佛都伫内底，都伫外面，甲人讲佛都无伫咧哦，佛都形曲出咧伫外面哦，互人正远个所在来啊，安尼呢？失望转去啦！明明呢，佛陀都无伫咧，伊都出去外面都讲，佛陀伫精舍内底哦。那会当见到佛啦，是好啊！好，大家人都要来见佛啦，一张空啦，哇！定定安尼伫咧捉人人啊，这个消息呢，佛陀知影啦。有一天，佛陀呢从外面回来啦，看到罗诃罗，就足严肃的呀，拢无爱甲罗诃罗讲话，也就是安尼真严肃。入去甲内底呢坐落去，尽管罗诃罗来到佛陀的面前啊，向佛陀顶礼啊，向佛陀呢问安啊。佛陀就是严肃呢，无要回应伊。伊看到佛陀这么这严肃啦，好像家己嘛真慌恐啊。这中间应该呢是洗脚的时间到位咯，罗诃罗就赶紧呢去甲盆呐舀着水来呀，家己。安尼在佛陀的面前屈下身来，就甲佛的脚呢，安尼抱我来伫迄个水桶的内底，好真温顺啊！甲佛陀洗脚，洗好脚啦，切好伊打水要捧去边啊一时，佛陀就开口讲：罗诃罗。洗脚了后，这盆水呢，你会当啉吗？罗诃罗抬头看佛啦，无可能啊，佛陀，你的脚拄只伫外面转来是遮尼遮垃圾，哎，水呢洗过去啊，脚是清气，但是水是垃圾的啊，我要安怎啉吗？是啊。罗诃罗，你现在呢？会来死吗？甲这盆水同款的垃圾，水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因为脚垃圾，洗过了脚，水都是垃圾的，甲你同款。原来呢，你是伫王宫，你是细汉，你天真无邪。你的心真清净，来出家啦。但是，你伫僧团的内底过了这段时间啊，不
淡呢？你的心没有好好净化落来，你确实呢污染了你的心。你安尼对人啊，这种讲白话话、打妄语啊，我无伫咧，你讲我有伫咧；我有伫咧，你讲我无伫咧。这种呢，会打妄语作人人啊，这和大家人现在你讲的话，什么人愿意相信你呢？你想要出家？你想要合法，将来呢，你也应该去说法的人啊！你现在讲话无人要相信你，你甲这趟水同款啊！你失去了做人的本性，失去了你的人格啊！罗小龙讲：“我知啦。”佛陀就讲：“提起度最多啊，但是佛陀就讲，罗侯罗这个汤啊，提起地方，哎，罗侯罗阁想，唔对啊，佛陀饭是伫将破的内底里呢，汤啊是已经洗脚过去，水是垃圾的啊。”汤啊，嘛是垃圾的，哪会即马叫我甲放饭来吃呢？答：对啊，罗小罗，你现在呢，一心啊，同款甲即卡汤啊，同款呐，已经是污染嘛，你无有完全想要甲洗清净，你已经污染过。这个汤啊，未用的地方里，就亲像你污染过的心。你若无经过一番的清洗，你这个心啊，还是湿气一滴嘞。罗小罗，我再较忏悔啊，头壳安尼滴唔落来。唔敢抬头看佛啊，佛陀呢，就汤啊，用力都甲踢起吼，那罗有罗惊着啦，看到迄家汤啊，伫遐饿啊饿啊饿呢，那就吸落去。佛陀就讲，罗有罗，那么这家汤啊。现在已经吸落去了，你也会当面顶搁把水放落去无？佛陀啊，这家汤啊要搁放水呢，哎，翻过来啦，才会当放水。佛陀讲对啊，这家汤既然啊是安尼。这袂当放水，也袂当低温，也已经垃圾去啦。一卡汤啊，现在有啥物路用诶？罗小罗讲啊，是啊，一卡汤啊，这遮尼粗俗诶物件，无路用，啊，都甲淡掉嘛。佛陀都讲，就是亲像你。已经无路用啦，人都要甲淡掉去，就亲像你安尼，唔知影好忏悔啦，就是无路用啊，无路用，都要甲淡掉。甲你现在，大家人呢唾弃你，一来你家己污染你的心，已经呢是无可作用啦，人未相信你啦。你阁未晓呢？要忏悔啊！这安尼，更阁较无路用啊！你认为这是真粗俗，对啊？你就是已经变成了一点啊价值都无的人啊！这
你一世人就是等于是废气，好真严厉呢，噶落雨落安尼呢，会告解落雨落开始流泪啦，抬起头来向佛陀讲：佛陀啊，我知影，我应该忏悔啦，我爱透彻彻底的忏悔，我爱修行啦，我再也唔敢唔敢搁再呢，安尼伫咧作人人啦。佛陀开始就甲伊讲：是啊，罗修罗，讲一个故事互你听。佛陀讲：过去的过去。一个国王，两国相争的时阵，一只象真勇猛啊！伫要去出征的时，他就甲伊身躯啦、脚啦、四只脚，拢甲伊拔掉，迄个真来的刀枪剑戟，那规身躯迄个牙啦，也甲伊拔掉呢，真来。诶，矛、剑，拢甲伊拔掉，即个真侪诶，即个武器，拢拔伫即个象诶身躯里。那好，即只象呢去作战，但是呢，即只象开始要去作战诶时，伊甲伊诶皮呢收入来。那敢那迄个身躯呢向前冲啊！故事讲到这呢，定罗有罗呢，唔知影意思啊。佛陀都讲，这就是譬如一只象啦，拢真勇，身躯穿着铁甲，四肢拢总拔着来去，连伊个象牙都有来去。但是呢，伊最软弱的，就是迄几片枪，伊就知影，万一啦，这个片呢，若去受到刀枪的伤，伊的性命都爱休去。所以这只枪爱会晓护片，保护这个片啦。所以，啊，你是人啊。你敢袂晓要保护你的慧命呢？性命就是随日过啊！现在你也是青少年的时，唔是幼年咯。现在你应该呢，爱护你的慧命的时刻。罗修罗经过透彻了解啦，佛陀，我发誓。再也未阁犯错啦！这是罗修罗呢，佛陀安怎严格解教解？是罗修罗将当地天真纯洁啊，从此开始，就是得心入道无染，虽然幼时出家。大家人听信伊，虽然呢有安尼，诶，爱做人人，佛陀严格的教育啦，从安尼开始，他就是以动真入道，得心，得心无染嘛啦，就安尼，远近台湾境地啦。自然明净啦，再也无阁有垃圾的物件来污染伊。伊的心境保持呢，真干净。这台湾境地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一直讲台湾境地就是咱的心境真干净哦，是自性清净啦，随顺理体。发性觉慧，那这就是咱人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呐、啊。
性相近，习相远，如何如何？幼小会当投入精团来，所以伊个性呢，也无有正长去，只是干呐一时个习气啦。佛陀严厉个教诫呢，马上呢改过过来，还是呢保持着伊这种人性本具个个性。这种呢，地动天真纯洁，还是同款，所以也当得心得道啦。无染吼，这物件真清净，自性清净，随顺佛教。那阿弥呢，自然呐、啊，所有的体力呢，就迄、那个觉慧、觉性慧海啦。阿弥会当浮现出来，这就是罗诃罗啦。咱也爱真用心去体会罗诃罗吼，是一个足幸福的人。遮尼细汉就会当入道来吼，哎，正面的文啊，世尊心稀有啊，令我念过去无量诸佛法，如今日所闻。我今无佛语啊，安住于佛道，方便为世家，何其诸佛法？这是阿难呐、啊，以用机中说一遍吼。那希望大家人下当搁再有这个记忆吼。那阿难就是方便呐、啊，来施佛作为。佛的使者，其实呢，佛的教法啊，点滴入阿难心啊。阿难呢是护法众生，这就是阿难以以方便吼、哦。那本具菩萨行啊，但是呢，外现声闻相，这就是阿难以会当得佛受记。接下来的文再讲吼，那你是呀、啊，佛果罗诃罗，你以来世当得作佛，何道七波华？那现在阿难修记完毕啦，接下来呢就是叫做罗诃罗咯吼，啊罗诃罗啊，罗诃罗佛众。哦，拄则有讲过去啦，佛众啊，伊个名意义就是叫做佛众，就是家己障碍，各障碍了老母吼，那、哦啊、就佛众。佛要出家时呀，那国王，那就是净饭王啦，就是安尼讲。你那是这么坚持要出家，爱等到你有后代，你真正有囝的时，才予你出家。这就是佛陀要出家啊，净饭王唔肯。那所以呢，亚述多罗。怀孕呐，那佛啊，他从阿弥呢有了罗诃罗，所以讲起来，那罗诃罗嘛是佛的一个障碍。这文讲吼，你以来世当得作佛啊，何道七波华？意思就讲，罗诃罗啊，你以未来。九万之世，还阁真久哦。因是空修七善功德吼，高德的观吼，度七波莲花吼，那这就是你未来会当成佛，度七波莲花，意思就是讲以七觉因
行七角银行啦，大家人知啊，三十七座图片，七角之啊，亦有七角银行啦，国国上有佛华之庄严吼，将来这一的好就是有这么正庄严啦，所以花表示妙行。这个花就是表示妙行啦，那有行正果果因道七宝花吼，那这是表示呢，这花哎经过了这七蕊莲花啦，就是这个七角枝，七角枝三十七座图品吼，内底所有的。三四二五七八啦，这个七角枝啦，那这哎，经过了后呢，才有法度呢成佛啦。这呢，就是爱过真长的时间啦。时间长，但是呢，咱的时间无够，总是呢，咱爱去用心，恁去回顾伫迄个七角枝啦，这就是生活的缘，是咱修行的基础，唔是干那七角枝，三十七座图品呢，拢总七角枝为代表啊，其实呢，三十七座图品内底呢。爱真完全，所以修行啊，袂用的欠掉了三十七座图品做咱的基础，所以咱爱学佛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